打波380，这一台整机身哦是有使用痕迹的，这有刮伤哦，然后这有一个 K 胸，然后套上这样，再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，功能都正常。哦，那如果要另这有配电池的充电器，那如果要买防水壳，这有原厂防水壳，它专用它这个380的，这另外再购买的原哦，这防水壳有够大的，这不知道还是什么，嗯，大山上超大的防水壳，它是这样放进去，然后去海底使用，这可以防40米，这可以潜水潜下去。